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小文汽车。相信很多人在路上行驶时，看到很多车子轮胎或者后视镜都绑着红布条，这些车主们绑红布条是有何用意呢？为啥看到车上绑红布条的车，大多数车主会避让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其实绑着红布条的大部分是新车。对于农村来说，买车的确是一件大喜事，买车之后肯定少不了放鞭炮庆祝，同时会给新车绑上红布条图个吉利。而在司机们的眼里，绑着红布条的车大多数都是新手司机，所以看到新手司机当然是要避让，要是司机紧张不小心撞到就得不偿失。不过绑红布条的想法果然是好的，但是布条对于行车安全有很大的隐患，如果将红布条绑在后视镜上就很容易遮挡视线，绑在车尾就容易遮挡住车牌号，所以绑红布条的位置还需要车主们多斟酌了。看到新手司机大家都会选择避让，因为新手上路很容易紧张，一紧张就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车子，要是跟车太近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。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，请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别忘点下关注哦。